图。我刚刚有问你，你的朋友说什么？就是我九月份回去的时候，他们要帮我补庆生日。九月份回去的时候要帮他补过生日。明明，我在这里，既然天福说了，来，朋友们，既然天福说了，补过生日，我们不要补，现场就办好不好？正日就把它办了。正日就办了，来，我们台湾的朋友吹上了蛋糕，要告诉大家，今天是我们宋天福的生日，天福。我们寿星了啊，没想过吧？这是个很特别的生日，在我们金鹿奖的舞台上办。告诉大家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我24。24，去年呢？23。还记得哈？还记得？那今天呢是天福的生日，看了这么多台湾的你的同胞、你的朋友跟你一起来过生日。这样，我说宋天福，我们一起说生日快乐好不好？来，宋天。许下一个心愿，天福，希望我能够一直替台北赛区争取荣耀，继续拼下去。没有想到，首先当然很开心能够晋级，然后为我们台北赛区的朋友争光，谢谢你们。感谢他们，还有制作单位，还有主持人他们。我希望天福能够顺利的晋级。我要非常感谢我台北的朋友，还有家人，还有我微博的粉丝支持我，谢谢你们。我有收到你们的生日礼物，谢谢。